这是新地的一个帖子啊，他说呢，常年居日本的马云一年多没回国了，潘石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，也融入了美国生活。而中国合伙人原型俞敏洪在新东方的教育产业遭滑铁卢，虽靠直播带货也重整了事业，但啊，应该也是心灰意冷。近日有网友发现了他在温哥华过的春节啊，因此呢，大家推定他是不是已经全家都移民到那里去了。有网友称，在大年初五，也就是1月26日的晚上，在加拿大的温列治文与俞敏洪老师偶遇。还有网友称，大年初八那天，自己也在温哥华的观音寺遇到了俞敏洪。从这些个照片来看，俞老师今年似乎是在国外过年了。网传俞敏洪老师的家人其实一直都在温哥华生活，孩子也在那里长大。所以说，俞敏洪应该是移民了加拿大。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，除非他是个傻子。这也挺好的，都走了啊。这些个有责任心的啊，这些个还算有点良心的企业家全跑路。